讲第一题。好，这一题它的题目就是，这有四个圈圈，里面的数字要用三个加、三个减、三个乘、三个除，随便分配到任何里面，让它总和都会等于24。好，所以这一题，我是没有想出什么特别的解法，但是我觉得要先把它抽到跟24有关系的数。像第一个，它这样看起来，用加的也到不了，用减的也到不了，那所以一定会有乘跟除。然后呢，先找有没有24的倍数。好，应该是没有，所以我找到了25。25来自10乘以5，除以2。然后又有1，所以可以减1。对，要找最接近的数，然后再把它拿去减。好，第二题，第二题我列出了两个解法，但是因为两个解法我先放在旁边，然后等我到第四题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算是这个，除了这个算是好像没有其他加可以到24的，所以而且我一看到它就知道它是8+8+10减的。应该有点运气成分，所以这个加就不能用了，因为总共只能三个加，所以这个就花掉了。再回到第二题，还是一样，要找跟24最有关系的数，就是你看嘛，8+8+2+2也到不了24，用减也到不了，所以就一定又是乘跟除。好，所以大概就是24啊、48、72啊、50之类的。好，所以我就把减2乘以8除以2，好，所以就是24。在这一题，这个数字很大，有7、有10、有2、有3，所以它一定是用一个很大的数据除下去，然后再去减一个小的数，让它微调到24。所以我就想到7乘以10+2等于72，再除以3就等于24。好，这就是我的乘法。